这个香蕉皮要给谁？香蕉皮要给爸爸是不是？吞下去没有？大家好，刚才邻居奶奶送了一把这个牛皮菜给我们吃。这个菜我们很多年没种了，以前是种来喂猪。然后今天拿来炒一下，以前有吃过，啊，味道啊还是可以的。非常多年没有吃这个菜了，这个菜挺嫩的哈，看上去不错。这个菜要先焯下水，水开了，锅里面加点盐。这个我是第一次煮啊，小时候见过我妈妈跟奶奶煮过这个菜。凭着印象，今天来煮一下。这个先倒锅里，这个叶子稍微等一下再下去。这个给它煮到烂，菜叶一起弄。我小时候见过我妈妈这样子煮的，就是焯个水，等一下那个酒糟放点下去炒。大家有吃过这个牛皮菜吗？是怎么煮的吗？差不多了，叶子下去烫一下。加一勺的酒糟，吃一下味道还不错的，以前我们这边种了很多，现在不养猪的话就很少人种。没味道，妈妈，这叫什么菜呀？牛皮菜。牛皮菜。牛皮菜。Thank you.